Hello，麦克婷姐好介绍的，下午好，久违的直播，今天带你们来到金山园因边尔玛这一边哦，有一间非常稀有，走路就可以到我们因边尔玛巴沙马拉，还有我们的这个金山岭咖啡店啊，商店街的一间单层大款的屋子要卖哦。如果是讲你家庭成员比较多，要有四五个房才够，可是又不想要买到太贵太大间的屋子，我们这一间单层大款24x80的双层，单层排屋，可是屋主加了两间房给你，原本是三间房加多两间房，现在有五间房间三间厕所，比普通的双层排屋还要多一间厕，还要多多大。来看一下车房哈，我们的车房这边你可以看到屋主已经铺完了地砖了的，蓝蓝色的地砖，好像海洋这样的感觉，而且清凉两车在这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因为这边的阔是24，哇，很少听到这么大间的单层排屋对吗？24x80的单层排屋，五个房间三个厕所，只卖580千哦。来，我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哈。有在线上的朋友吗？好久没有在直播跟你们见面了哈，有在线上的朋友跟婷姐打个招呼，留言一个666好吗？我们傍晚一起来看这间超级稀有的房子。一进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因边尔玛这边的屋子一进来，客厅的空间是很大一下的哈，很少看到单层屋客厅这么阔的。如果你是住这单层屋的朋友，平时是20x70、22x70，一进来客厅应该是到这边罢了的 ，OK， 到这边罢了的。我们这个客厅的宽度看到吗？屋主放了3+1的这个沙发在空间啊，我们这边可能你还要放电视机的话，这边如果要安神台的话都还有空间的。我们往里面走哈，一进来的话我们先去看看主人房哈 ，OK， 主人房这边来进来看看。这一间的话就是我们的主人房了 ，OK。主人房这边如果是讲你放一张双人床，看是摆这边 ，OK， 摆这边，通常会摆这样子，摆这样子的双人床。衣橱的话是摆在一进门的右手边，然后整个空间可以看到它是方方正正的主人房格局。带你来看哇，这间屋子主人房没有扩建，可是厕所有扩建哦。这个厕所非常的气派耶，我很少看到有人的这个普通单层屋的厕所有放 Jacuzzi 的。中间这边还做了两个玻璃间隔，中间是淋浴间，这边是马桶跟洗手台的位置。里面这边有一个超大的这个 Jacuzzi 是双人的，在镜头前面看到是吗？很夸张哦，而且它的这个壁砖地砖全部都是换过了的，很新款很 modern 哈。如果你在找这地点方便的话，这间去巴沙马兰在金山园很方便，去 Paradise Mall 方便，去皇后也方便，要下波底只需要20分钟车程。我们来到这个空间一般上咧大家都会拿来做饭厅的空间，饭厅坐在这边，还有我们的干厨房也会在这边，很大的一个空间，你这边可以放一张大圆桌啊，六个人的大圆桌都没有问题。这边呢还可以再做自己家的话啦，自己再加一些壁橱，这边再放台面，一个 L 型的台面，可以把饮水机微波炉放在这边。来，我带你去参观我们的房间哈，先看看这个第一间我们来看的客房。这一间客房原装其实它的 ceiling height 是非常非常靠透天的，屋主他就不想浪费这个空间，所以不想浪费空间就怎样，就丢钱咯，放钱来做了装修。你可以看到这边你可以放一张单人床没有问题的，单人床再加一个衣橱。然后的话我们楼上楼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地板不是普通的木哈，它是很 solid 的 ,OK, 是砖的，砖的这种地板很 solid 的一个台阶。上到来楼上的话带你们来看哈。是。摩塞的这个单位真的很稀有 ，Kevin 说真的真的，放来楼上，楼上是有两间房间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加建的阁楼，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上了两层的楼梯，上面才是到天花板，这边还做了冷气，所以这边是小朋友的房间来的，因为家庭成员比较多，所以屋主三个房不够，加多两间房在楼上，每一间楼上的房间你都可以看到，都很大，放
双人床，再加一个这样子的大衣橱。OK， 这个是自己加出来的楼上啊，所以你只要买一间单层排屋就可以有五间房间。而且呢，我们楼上通常做阁楼，很少人做厕所的。这一间的屋主之前哈，因为都是自住的关系，还在楼上阁楼加了这个厕所啊，有这个淋浴间，这些就像一间哦，好像原装就起好的一个楼厕所这样子。来，我们去看楼下的地方哈。Hello SYDO 你好，陈色你好， Nancy 你好，有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有朋友在找这哈 Inbeat a Mask， 要找去哪里都方便，去皇后方便，去 Mount Austin 方便，去市乃方便的话哈，这一间可以介绍给你的朋友哈。我们来到第四，诶，一二三四，第五间房咯。我们来到第五间房，哇，这间房很大间诶，这间房根本就是第二个主人房了吧。这一间可能你可能如果拿来做长辈房的话都有一点夸张了啊，可以把这间改成主人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很长形的一个空间啊，这一间房间是有通厕所的，你要放三个双人床在这间房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很大间，还可以再放书桌，那些空间感很够。我们去看一下后面的空间啊，这边走过来， OK，这边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楼下这间大房间的厕所，通着我们的饭厅的，大家楼下共用的厕所。再来我们来到厨房，这个厨房也是经过扩建的式厨房，这个屋主是放了一个台面，这边还有做一个tabletop 的地方，这边你可以拿掉的，这个是移动式的，拿掉就会很宽敞，平时可以直接在这边煮饭，后面窗口打开来通风。再来往后走，这边也是扩建到完了的哈，不止扩建到完，你看到吗？它的模式壁砖全部是上到顶去了的。通常这边是放什么？放洗衣机啦，没有错，洗衣机放了这边都是有做这个采光的，留有这个空间，所以平时一间单层屋已经够给一家，我看这一间的话住四五个人都绰绰有余啊，因为空间感非常够。哦，麦哥说这边可以楼下做工作房、工作室，可能放你的书桌啊、电脑桌啊，上面才做房间都没有问题哈。这一间的话就在我们的金山园哈，大曼因别尔玛这边非常稀有，这一间在我们巴沙马兰旁边的房子可以讲两年才有一间要卖的那种稀有度哈，我都给也做好了，地砖全部都做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麦哥婷姐好介绍哈。我们这一间是24x80，原装是啊，原装的话没有这么多房间，屋主加建到5房3厕，然后这边也是属于永久地契，大门的方向呢是向东南方向的哈。我们这边的屋龄哈，因贝尔玛大概屋龄是在15年左右，这条马路哈，直走下去，走五分钟而已啊，这条马路走五分钟下去就是我们因贝尔玛的商店街，我们今天拜四还有巴沙马兰哈，卖价是580千，有兴趣的朋友马上打电话预约来看房，可能一个3天就会卖掉了哈，记得打电话来哈。走路可以到刚刚婷姐讲的巴沙马兰，包括 Kopitiam 啊、菜店啊、Pharmacy 啊、油站啊，都是走路就到了的，8分钟你就可以去到旁边加拉斯古代大路边的 Paradise Mall， 10分钟我们可以到皇后 Plaza da Sé Sutra Mall， 15分钟可以到市乃 Santa Abbot 那边哈，20分钟就可以下到波迪市中心 CIQ， 当然因贝尔玛也是一个中心点，20分钟可以到波迪之外，我们还可以20分钟到 Durbal AU 那个方向，九号加耶都是20分钟左右的车程哈。有兴趣的朋友直接打电话预约，立刻来看房哦。我们今天直播视频到这边了哈，下次再见，记得帮我点赞，然后帮我分享出去，还有 like 我们的 China 哦，拜拜。